颈椎是我们身体的重要的部位之一，也是我们人体的生命支柱，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一旦颈椎发生问题，就容易导致一些病症的发生。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颈椎病是如何形成的呢？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下吧。颈椎骨病是怎么形成的呢？一、椎间盘。颈椎间盘的退行性改变一般在30岁以后即开始。髓核脱水变薄，椎间隙变狭，使纤维环及周围韧带变松弛，颈椎稳定性减弱，更易进一步劳损及退行性变。纤维环变性及椎间隙狭窄，使椎间盘易于向后及侧方突出。近四、五、颈五、六椎间活动度最大，应力也最集中，最易受损伤。二、椎体及其附属结构，椎间盘变薄引起颈椎部位时，其周围韧带常受异常应力的牵扯，致其附着点损伤，引起骨赘增生。椎间隙变狭窄，也使后关节与沟椎关节应力增加，使其受损伤及增盛。易发生增生的阶段，依次为颈五、颈六、颈四及颈七。三、椎间盘突出，椎体后缘增生，黄韧带肥厚等可引起椎管狭窄，导致脊髓型颈椎病、沟椎关节、后关节增生。椎间盘向侧后方突出，可压迫或刺激神经根、椎动脉及交感神经，引起相应症状。四、血管因素及化学因素。颈椎病的发病机制和腰椎间盘突出症一样，不能单纯用机械压迫因素来解释，还有血管因素和化学因素在起作用，因而引起水肿及炎症，引发或加重了神经症状。颈椎骨病有哪些危害呢？一、视力障碍，表现为视力下降、眼胀痛、怕光、流泪、瞳孔大小不等，甚至出现视野缩小和视力锐减，个别患者还可发生失明。至于颈椎病造成自主神经紊乱及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而引发的大脑枕叶视觉中枢缺血性病损有关。二、高血压颈椎病可引起血压升高或降低，其中以血压升高为多，称为颈性高血压。由于颈椎病和高血压病皆为中老年的常见病，故两者常常并存。三、胸部疼痛，表现为起病缓慢的顽固性的单侧胸大肌和乳房疼痛，检查时有胸大肌压痛，这与颈五和颈六神经根受颈椎骨刺压迫有关。四、吞咽障碍，吞咽时有梗阻感，食管内有异物感，少数人有恶心、呕吐、声音嘶哑、干咳、胸闷等症状，这是由于颈椎前缘直接压迫食管后壁而引起食管狭窄，也可能是因骨刺形成过速使食道周围软组织发生刺激反应所以引起。很多患者说，我经常用西药，效果就挺好的。很多医生也会为病人开西药药方，但是西药中含有激素，大家知道原理很简单，激素直接作用于身体，效果非常显著，但是在治病的同时也会损伤身体机能，长期以往身体的耐药性越来越差，一旦停药病症立刻就复发，而且像腰椎病这类病症复发一次病情就加重一次。而滥服抗痛药物，颈肩疼痛使自己滥服抗痛药，往往会掩盖真实病情，因抗痛药的作用，疼痛症状虽暂时缓解，但病根未除，膨出的颈椎间盘逐渐压迫脊髓，会造成肢体功能障碍，在重者可致瘫痪。三、食物调理，食疗方法对于一般轻度患者也有一定的功效，但是也是需要建立在长期使用的前提下，对于平时工作比较忙或者病症较重的患者作用就不大了，拖延久了反而会耽误引发病症的进一步加深。缓解颈椎病的三个小技巧。一、揉肩颈穴，脖子和肩膀中间的节点叫肩颈穴，揉一揉这个地方会感到非常酸，对于预防和颈椎病效果非常好。二、锻炼脖子，双手掌撑住下脖，发力上托或下压，坚持10秒，双手交叉抱头，手往前压，头往后仰，会感觉脖子后面发热，
坚持十秒，双手抱头，手往左推，头往右转，然后交替十秒。三，前身探海，患者先保持好站立姿势，头颈往前伸，而且并侧腰向右前下方转，眼睛看向前下方，然后恢复原站立姿势，接着后头颈向前方伸展，并侧向左前下方转，眼睛看向前下方，然后再还原站立姿势。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